我想退出Zero。你为了一个梁思韵，宁愿放弃你手机里起来的团队，宁愿放弃我们。人在江湖，是否真的能全身而退？救我！所以，有人栽赃嫁祸。杀死周围的人，包引到舞蹈室就是要嫁祸给我。这场精心的布局，主谋究竟是谁？ 视频的身份曝光后，如果周志平真的是Zero的首脑，你打算怎么办？诗韵会如何抉择？操控周一至五晚上9点8频道，你也可以上MiWatch免费随心选看更多操控的视频。本节目是由。